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冲锋为您带来的游戏实况。那么咱们今天一块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小平台啊，小平台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是一款这个生存向、敏捷向、动作向啊、激情向的游戏。游戏的方法呢，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我们的人呢站在一个平台上，上面呢是会落下这个板砖，然后左右呢会来这个飞刀和这个电锯。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躲避他们。说起来这种游戏呢，让我想起了这个老式掌机的游戏，就是那个一个掌机只有一个游戏那种掌机，大概是在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非常流行的那种掌机啊。因为它的那个游戏呢啊，那个画面呢是通过这个液晶屏来显，不是液晶屏，当时应该叫 LED 屏来显示吧，我不知道应该到底叫什么屏幕啊，反正就是呢就那几个固定的画面啊，也不能换游戏啊。然后什么，当时有一个躲避忍者的游戏，我记得就是到处飞来这个刀啊，上面呢是飞来这个下来这个武士刀啊，然后左右两边呢啊是有这个飞镖啊，有这个飞镖啊，玩当时玩的特别激情。所以呢，当我看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突然让我想起我的小的时候啊，甩着大鼻涕，冬天啊，你要知道一般在冬天的时候，哎呦我勒个去啊，我们还是这个专心点玩游戏啊。不过真的是让我想到小的时候，我们冬天啊，那个时候你想这个游戏机啊都是自己零花钱啊好不容易攒下来买的，因为我那时候零花钱一天一块啊，买一个游戏机呢要40块钱是吧，就一个月啊，一个月不吃零食，然后呢攒下来这个钱呢买个游戏机，然后呢还不敢让爸妈发现啊，就只能是躲在这个寒风里面。这个夏天还好啊，冬天这个啊，这个下课的时候啊，下课也不太敢玩啊，这因为这个被老师发现了会没收啊，所以说就是放学之后啊，哎不回家，躲在一个什么楼道里面玩游戏机啊，这个大鼻涕啊，啊冻的这个大鼻涕啊到处水啊，然后就往这个衣服上蹭啊蹭啊，啊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日子啊，所以想想小的时候呢还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当我看到这种比较复古的游戏的时候呢，突然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，我勒个去，小时候的游戏好像没这么难啊，没这么难啊，太夸张了吧这个啊。所以呢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啊，就会让我想起小的时候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小游戏啊，小游戏什么啊，说你为什么总是玩小游戏啊，或者是小游戏都是小孩子玩的啊，什么经常我一玩小游戏下面就会留言什么4399啊 7K7K 啊，其实有的时候哎，打断人家说话真的不好啊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这种小游戏还是会让人想起很多童年的故事。然后包括呢，像现在的生活节奏这么紧张啊，有的时候没时间玩大游戏，玩这种小游戏调节心情也是不错的嘛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认真了啊，认真了啊，扯淡时间结束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脚踩飞刀啊，马踏飞燕，这种技术是一般人能。最后一次啊，我要突破400分啊，我记得之前好像是300来分啊。那么这次要认真了啊，不能立 flag， 不能吹牛逼啊，这个 flag 牛逼一上啊，这两个东西一块上就很容易出问题啊，他俩相生相克。那么我们立反 flag， 我马上就要死了，我死定了，我要捡这个大金币。哎呀，拿上来大金币，哎呀，大金币必须是要这个用费。最后一次啊，太不像话了。那么这个大金币呢，哎，要用这个飞刀来电，我不捡了啊，生存为主，对不对？好，哎，看我娴熟的躲避啊，躲避。那么这个游戏呢还有对战模式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好的，亲爱的，你慢慢飞。哎，好，蹲下啊，蹲下。还有谁？来，哎，左右啊，娴熟的闪避啊，脚底抹油神功，跳一下啊，空闲时间捡个钱啊，好闪，哎呦，吓人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！啊，这个忍术研习的不到位啊，不到位。我们看啊，这边有商店模式啊，可以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这是可以收集金币的。
他这个东西我想知道买完之后是可以永久存在的吗？可能是一次性的啊，我们试一下啊。我觉得可能用完这次之后呢就一次性就没了啊。哎，我们使用一个吸金币啊，好好玩好好玩啊，这个15块钱的道具都花了啊，如果不把这个本挣回来的话就太亏了，对吧？老子的钱！这个道具好像是在哦，还有，这个道具是在这里的啊，在这里，吓死了。好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对战模式啊。那么和人对战呢？啊，暂时是玩不了。那么和人对战呢？到时候呢，等我去上海吧，我和柠檬笑啊，看看能不能玩一下这个和人对战的模式。不过我跟他啊，一人一兽，好像也不能算是和人对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次呢，啊，来打一下这个电脑，啊，打一下电脑啊 ，Play Now， 哎，点错了，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电脑啊，好。来4回合决胜啊！今天的最后一仗，走！你看没有这个电脑啊？我们可以给踩它。来，你不要妄图啊！你不要妄图伤害到我，算了，我们各玩各的好不好？各走各的好不好呀？哎，对啊！先，我是左边的，跟大家说一下啊。那么这个电脑呢？啊，被我这个假动作打到这个。闪瞎了双眼啊！我勒个 fuck！ 这个电脑你快点死啊！不要抢我主角的戏啊，好不好？我靠，这个电脑不是这么强吧？太有磁铁，这玩意儿还带通用的。哇，好死了！他不过是220分而已嘛，第一局嘛，对不对？我让着他啊，让着他啊！来，第二局我。第二局开始啊，看我怎么虐打这个电脑啊，来，哎，我的钱，棒，糟了，这是比总分的 ，what the fuck， 不妙，这是比总分，也就是说，就算我赢他3回合，分没他多，也是白费，哎，踩得好，尼玛！没完了你！我靠，不要你个逼脸！刚连踩了我好几下啊！我靠，好，哎，这个电脑强力呀、啊！你这，你个，哎呀！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就不讲究，你这稍微死早点，给我点面子啊！还有两回合，我差了压200分。这个必须得想个办法、啊、把它赶紧人道毁灭掉啊！来，棒啊！我在左边啊！回，再躲，普通的方式啊！你个贱人！他居然把我踩晕了 ，fuck！ 好，最后一轮。不就是200分吗？我就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。哎呀我去！好，我不跟你玩了啊！好，嘿，依你踩，哎呀，踩好，哎，没打到，踩！哇、哦，我去，差点死了！坚持住！这次最后一回合的加。怎么办？其实我跟大家讲啊，我才是右边那个红色的啊。一开始我想嘛，啊，你说当今社会啊，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对吧？这个电脑呢，有可能会产生这个，等我编一下啊，我想，这个电脑嘛，它都会产生这个自主意识，对吧？你说我们如果太欺负他们，让他们在观众面前太丢脸，你知道我这一个视频10几万的播放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对吧？让观众朋友们太丢脸，这样对他的心理的是一种打击。万一以后进化成天网毁灭人类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其实一直以来呢，其实他才是蓝的，
啊，我才是红的啊，赢的是我，只是我给他个面子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告诉他。好了，那咱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